嗯，另外呢，俄罗斯媒体也在热传普京在等候会见习近平时弹钢琴演奏的视频，这也可以说是本届论坛期间的经典一幕。那您是怎么来看的呢？ 那普京总统他的一贯形象呢是强硬，是孔武有力。那么大家记忆中的很多呢都是普京策马飞奔，或者是开枪打猎的这种硬汉镜头。那么普京随手弹琴这一幕呢，又让外界见证了俄罗斯总统的艺术气息。所以呢，俄罗斯总统啊确实可以说是一位多面领袖。但是呢，CNN 今天也在开玩笑说，那么在这么重大的一个外交场合见机弹钢琴，很可能啊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个精心的设计。你看呢？ 摄影师就跟在后面，而且呢，普京弹的两首曲子也是精心选择的，是关于俄罗斯两大城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乐曲。那么，普京呢，就是要借机来宣扬、推广俄罗斯的国家形象。那么，C N n 的这个说法未必当真，但是呢，我想这呢，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普京对这一次峰会论坛的重视，那么对这个外交平台平台的这种重视，我想。 这呢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见证所谓外交无小节，尤其呢是在“一带一路”峰会论坛这样的国际多边大舞台，每一个外交细节都会被反复探究。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在从细节层面对本届峰会论坛深远影响和意义的一次生动的阐释。好的，非常感谢广尧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